不可以用手的情况下，把这一些便利贴弄离开身体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你们可以尽量贴一些好像比较困难的地方，或者是那边凑过去会让大家很兴奋的地方，作为搭配的地方。我现在只找你算一下，不要作弊哦，十五张就十五张，不要多贴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哎，是吗？我没有算错。好，我们先等他们贴完，我再来数。压压压！哎呦，心脏这个地方很懂贴哦。好了，应该有十五张了。好，我们先停一下，我先算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。我现在觉得好羞愧哦，我怎么算那么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然后后面一张十五张，十五张嘛。好 ，OK， 到齐了。对，好，那等一下，等一下不能动哦。好，这样准备好了吗 ？OK 哈。好，我们就倒数计时一分钟。开始，六十，不能用，用上了，用上了，哦，那才不能，对，不能用手，哎，其实看起来很暴力，但是好像蛮有用的哦，它不会全部动啊，用吹的。
说，快点快点，我们不能输，我们不能输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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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六、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两、十一，哎，莫来了，已经没了，对不对？莫来是没，莫来，没了，没了。好 ，OK， 你现在身上也是剩零张，没了。哦，很棒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没有了。那这边我们也先请工作人员帮我们记一下，我跟妹这一组呢，剩下。零张，第二局到底有多难呢？你看，这个给你给这么小一张哦，有多难呢？还有这个非常小的冰棒，重点是这个贴纸，是上这个双喜临门的这个贴纸。那我们等一下一样是连跟内这一组先。那应该就是换背要被贴了吧？交换。啊！你呢？好，请贴啊！第二局不好意思，第二局我们贴十张就好。第二局贴十张就好，因为比较难嘛，我们就十张就好了。耳朵上有一个发，我们要来考虑一下，等一下别人会怎么处理这一切呢？哎，有人说要用鼻子哦，有观众朋友说想用鼻子上啊，他们是真。现在是非常的用尽全力的想要报复了。我拿十张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他们现在才知道那个一整本的便利贴其实是可以一张张撕下来，不然他们现在这样很难念嘛。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刚好十张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别人准备好了吗 ？OK 了吗？好，来，如果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倒数一分钟计时开始。来，你要说中，你用到嘴巴了吧？直接喷在他脸上。
有十张吗？我算一下哦。哎，应该没到。这个喜气满满的。一二三四五，你等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张，现在八张，好，再两张。九十，好 ，OK， 有了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十张到齐了。阿姨，陈南爱来了，哪个？陈南爱来了。他不追，我先问一下。今晚阿飞有问题。他先问，他说：“哎，赢的人是有什么奖品？那如果是可以吃免费的麻辣锅的话，会更有那个。”斗志啊，好，哎，我刚突然想到，如果他们这样站正面的，你们拍到的画面是看得到的吗？还是要请我们帮忙站侧面？侧面，侧面，你请我90度转一下，这样。啊，错了错了，这边。OK， 好，那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等一下是有奖品的。好，好，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倒数60秒开始。的喜气洋洋的贴纸，这个我贴在自己的嘴巴上。两位，每次在看戏是看得非常的过瘾。我身上还有几张蓝虎。